高中生展现丰富的文学造诣，女友贴心给予爱的鼓励。得不到的事永远会在你心中珍惜。那你有办法感受这个得不到这个吗？思念嘛，对吧？因为你们都没谈过恋爱。他女朋友在现场，你觉得他答对了吗？对。欣赏他聪明，对不对？请锁定今天晚间10点，超市金头脑。